第一天收治病人，有可能病人在很短的时间之内会有一个大量的聚集，因此我们今天安排的人手相对是比较充足的。经过改造，我们基本达到了能收治传染病病人的这么一种条件，因此我们在今天晚上准备要启用这个病房接收新的病人。